好，那咱们就开始吧。夏侯一，由你先降一降一之法的法门，引动天洞里的青铬药柱，那幽影聚于此城的上空。我知道了。不是的，就是不知道，不是，这个是要怎么配啊？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还是中弹？好，接下来是神书定界法的秘法。摩格萨萨罗居尤比萨尼萨那基罗列普托罗尼萨尔，摩萨里克耶提迪勒加萨罗布格萨勒罗苏斯迪萨尔。神书定界法已将幽影定在天幕之上。夏侯仪，你们快趁此登上观星台。以你的本心睁眼在张天盘上引招嫉妒罗侯两暗星，应该便能开启死的通道。此期稍纵即逝，你们快去吧。我知道了。
哇！我刚刚都没有配到吗？我靠！那我当重新配那么辛苦，那么自言自语讲那么久。等等等等，可怜啊！我也不知道我该讲什么，我也没办法再配一次了，我累了。哎，啊！我配那么辛苦，无麦克风啊！算了啦，反正这边不重要啦，算了算了。这招很痛，哇！夏侯仪，夏侯仪直接GG。不是飞行神剑啊，还是七光，感觉又死了。还有飞星神剑，还有飞星神剑。这么弱，哎，莫名其妙。干得好，小侯爷！你们再次证明你们的力量，我和前年那一次一样，是个心服口服。你果然是受天命所挑选之人啊！奉旨落后城的天洞里拯救这人世的千载劫数，这一切的重责大任，我就放心交给你们了。小侯爷，我相信你们不会让我失望的，因为你们真是让我屈膝认输的罗侯双士啊！那么，谨祝你此行顺利。没想到小师叔会是天庭下派的神将，不过夏侯大哥，那些意外对你十分敬重，或许是对你这个千年前的好敌手有着一份惺惺相惜的友情呢。或许吧，没想到昔日之敌就成了今日之友，而曾是罗侯双士的我们，如今要向尊神显正忤逆之举，或许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吧。不论如何，现在可不是在此感叹的时刻。比你，我们离快一点，这样自己的时机可是稍纵即逝。嗯。夏侯兄弟，接下来就看你们了。比利，你到我对面的月之位去，待会我一同念诵你的本命星嫉妒真言，开始施展教案之仪，你还记得吧？嗯，我自然记得。你知道我守护本星嫉妒真言，而你的罗侯真言同为尊神所授。嗯，那就太好了，我就各就各位吧。好，我们就开始了。哇，这不咋，我这这不咋。那不是啊，这不是那不是。我这这这
我只是当时说是那次，后是说是。我只是说是。我只是说是。地下天斗影和降下这一期的感应，现在天幕为两道五方巨力印你双分，这道影道神光直抵观星塔顶，这是我们乘黑龙进入幽影的时机。尊神，还有我们昔日出生之地龙豪城，等着吧，我们来了。这景象，这地方是，真的太惊人了！我们穿过天庭那仿佛没有尽头的幽云暗雾，然后在这幽默龙子幽雾之中，即使穷雾四周，亦无法见的巨大存在。夏侯兄弟，这是龙侯城吗？古兄，你瞧这平台的式样和材质，无疑是在咱们人世闯神仙之物。如果这里还不是龙侯城，我也想不出这里是哪里了。这永远昏暗朦胧的紫苗万物和那久违的幽灵气息，虽然是来自我们来到人世之前的印象，但是不会错的。这就是幽灵之中的尊神居城如火城。是啊，如火城，我们正来到这里的。这座位于永暗幽灵之中的幽神城址，就是暗线基督与如火的原体，也应该是我们出生之地。可是我却没有对这里的印象与回忆，仿佛最初的一切都是由家下之库开始的，这尊神没有给我们这回忆吧？我想应该是如此。尊神似乎并没有打算那么回到此地。这么说来，城内的星域和天斗影的所在，得靠我们自己来摸索了。一定，我们曾经一起闯过多少天地奇锁，我想这对你来说一定是没问题的。风姐姐说的对，不管怎么样，咱们自然是先探再说。在这之前，先把婕妤给收回镇龙之域内吧。婕妤，回到狱中吧。啊，婕妤，你怎么了？你敢不听我使唤？你脑袋哪里不对了吗？我看脑袋不对的是你们吧？你们自以为能胜过幽灵的主宰罗侯神，我可不想把自己的灵魂葬送在石岸的无边幽井。要送死的话，你们自己去。婕妤，你竟敢造次！你没看到我手上的镇龙之玉吗？小兄弟，看来这条黑龙正拼了命要造反了，咱们就准备迎战吧。顾大哥，既然如此，咱们就让他知道谁才是主子。没有啊，那打还是蛮痛的。婕妤，你不要再逞强了，快听命回到狱中。我不要被禁锢那小小的狱里，我也不要跟你们一起深陷在这片幽灵之中。倘若如此，我宁可……镇龙之玉毁了，真没想到，他宁愿失去千年的修为，自毁精魄，也决心要回去镇龙之玉的托付。没有了婕妤，咱们就无法直接飞越幽影，再次回到冥土人间。看来只有在城内另寻法门了。既然当初尊神能将我们由此送到人世，我想那就一定还有其他方法才是。你说的没错，可能但这心也没用，咱们还是路程开始探查吧。这就是罗侯城，位在五安幽影中心，幽神罗侯的永恒城址，是天河上的暗星嫉妒与罗侯的真面目，也是一切死的根源。
如今我和冰凌再次回到我们初次此事之地，为了将死永远与人世隔绝。但是这巨大异界之城却如此空洞幽暗，除了徘徊各处的幽兽发出的晦气之外，只剩下丝毫不带其他活物生气的死暗。罗火城不该会是这个样子的。幽城罗火的眷主，也是这座城市的主人们，必定还在这城的某处。只限我们寻找天动人探索中，不会受到他们妨碍就好。这是无药之塔。根据霍庸魂魄中的记忆，在罗火城最底层的基部核心处，有五座封镇无药霍境的巨塔。其五药之一，遥印基督罗火两害星，构成罗火城外环药力之处。不过他对这五塔的所知也就是如此而已。哦，听到了，刚刚不是说没记忆，现在又有记忆了。有听的吗？还真的有。没想到这金石跟科盘碎片一样，不过既然它有定元之一的保护，将来一定会有用的。 OK， 好，哎呦，这边还有一个尖，看起来就像小兵一样而已啊。好，走，这是登城平台，这边应该 不重要吧。好，剑，所以这个是神华之厅。哇，好一个华丽的大厅，这是神华之厅吧？我也好期待霸剑啊！又一个碎片，啊，那是钥匙吧？这大厅的白色气势，奇异中带有非凡气派，果然是幽神罗火的风格。虽然在遥远的过去，在霍庸和冰来到这世界前，罗火的眷主也曾聚居于此上亿钥匙吧？不过这大厅似乎已经许久没有使用过了，现在和此地城内其他地方一样，只弥漫着无声息的死暗而已。夜，哦，七夜大厅。上面竟然凝聚着十月暗星记录的药力，莫非这是罗火城三幽药之一的记录之药？这个怎么会放在这里？根据霍庸所残留下来的记忆，得要有记录罗火太虚三把幽药，才能自由死于罗火城内的一切。记录之药就在眼前，那就先把它取走吧。这里吗？看来又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这也是不是罗火城下城的中心？由这里抬头往上望去，可以看到往上延伸好几个高的圆形树坑，但是又没有楼梯之类的可以相连。这城里的布置出人意料，本人就不可以常理视之，还是先试下探看一番再说吧。是不是因为刚刚得到记录之药的力量，这个宫可以自动开启的，以后就可以自由从这里出入了？原来如此。这个主位套无影幽暗的巨大兵法，莫非就是？是的，位在左右上方的秃雕符记就是记录罗侯太虚的符号。根据霍庸所留下的记忆，这应该是神隐星台了。无比巨大的罗侯城是由主要部分构成的，这些部分彼此并不直接相连，而是需要经由这神隐星台才能移动前往。至于要怎么做，得自己试试看才知道。OK， 好。OK， 然后那个传送点还可以过去嘛，对不对？罗侯之座，那罗侯之座要
然后到窗明之间。这地方是这许多似人非人的苍白躯体，被封存在我方蓝光的五角冰柱中。莫非他们是罗火神的眷属？是的，我有点记忆，还有自己的印象。这是窗明之间，罗火神展现寿命的大人，冲到祭剑二者的地方，也就是昔日我和冰女出生之地。可是这些罗火神的眷属，又或者躯体三长不全的沉迷于此，看这里还隐藏许多不为人知的创世之秘，必定和我们出生有切身的关联。自然希望我们在这里的种种探索，能为我们解答这一切的疑惑。罗火神始于调查十六种生命所需的要素，常常在聚密法术上创制各种生命活物，或用合并体，应该是在此地诞生的。虽然这是个值得纪念的场所，所以如何使用这天仪来创密的法门，只有罗火神才知道。虽然淡薄的令人难以察觉，但是我感觉得到，这里面有一股生命之气的脉动，这是从哪里散发出来的？啊，这是化书灵座，罗神以此调制幽冷，塑造生命的素胚，和前进的化运神体同为创面之间的两大药器。以前的我和冰灵，应该也是他创造出来的。看来这个化书灵座依然完好可用，只可惜连货用也不知道该如何操作它。要等拿到幻剑再来塑魂了。OK， 我先拿。好，走吧。哇，这房间是，这又是和之前看到的住所全然不同。根据霍勇所留下来的记忆，这应该是保存罗火城中一切记录的封印之间，而封印在房间四角的四块石碑，就是以封印之法记录一切的封印幻碑。相信我一定来这里解谜一切的谜题。记录幻碑。罗火神眷主所留下的封印之方法，记录有关诸王诸事和他们所留存的记载，这有助于我们了解这里曾经发生的一事。好，先拿薪资金。这是九爷天盘，它原本能以九曜运行时彼此间的药力运动来一次寰宇诸宿的一切动静，但在罗火城退入幽影之后，它就失去作用了。现在九爷天盘上的一色所指，或许要停在这里的时间停止流逝那一刻吧。好，我们来看吧。罗火幻杯，我知道要看哪，你们不要急啦，我会看啦，我先把其他东西按完嘛。哦，这边好多哦，有点不想念。要看到有蓝字的碑文。什么意思？他说，左边的才是支线剧情啊，右边的好像不是。朔之骑士六，完成殿顶之基督罗侯两轨，正依诸曜之序而行。其中基督之轨属于太阴月曜，罗侯之轨则于正行土曜而死。魂之五十四，金木水火土五大天数曜力的体现。
即为所谓的五象之精，其与半数之所则心之精亦以挂之。OK， 这边看过了，好，左边的。先斗了两名使者已经完成，虽然我对他们外表和能力并不完全满意，但这回却是完全符合灵化人族的外貌。我将要分别取回货运和兵力，先让必定可以完成我所交代的使命。你有灵化蝼蚁之翼，建造天洞蚁，早得让我族幼皇重返名士。出之其一三。为了开启太初盘古无方混沌，女娲也伏羲和其眷属分享三界的条件，邀我出力助他们完成浩大的创世之举，将混沌创辟为明爱定土化荒三界。岂知这总有大功之臣，一向忌讳我族十之一的女娲，学习实验反悔，与伏羲合谋队伍与眷属大举战起，后来的创世之战也就因此展开。难怪有。哦，这样子，罗侯的眷属也是蛮可怜的。出现一样的封魔封禁建魔的地方，称之为附锁镜台。在此以三大戒意，将它牢牢禁锢于镜台之内。这以三幽药依序分至神药黄台的三个基座。便可自己身移星台，开启通往镜台之路。剑魔绝对无法挣脱借力之缚逃出，但若与他接触，不尽之力便可使借力之缚失效，因此绝不可以轻易进入附锁镜台。这个吧，剑魔的心与魄，然而剑魔的魄本性太过凶戾。哦，这是在讲那个宾尼的最强武器吗？一向具有明爱的女娲忌惮我族之力，认为我族必会对其所创人族造成危害，因而深将我族诛立精切之念。我们三族的本性来源本就大义，如今时来，当初的合作就已种下战争之种，只是事已至今，我罗侯一族绝对不会退于此事。就这样花上千年万年的时间，必定要向女娲一族讨回这个公道。虽然女娲在伏羲创世之战中获胜，并图永远将我族封在创世残留的幽冥之中，但他们却对这九魂天洞与之力束手无策。只要药力和成位合适，天洞蚁便能突破冥幽之线，借由日药和月药开启幽冥通往冥界通道。女娲无知蝼蚁们将看到景象称之为死。然而女娲以七色彩石塑成的天幕之线十分强固，由于树会扯起并会移开，通道往往只会支撑片刻。若要永远洞开这可恨的天幕之线，还需另一股来自冥界的力量才行。幽冥禁忌之中，千年时光已经过去，但前往冥界的货运兵力再也没有回到任何回报。我不相信两个精心创制的人工竟会失败。既然他们错过时机，被迫隐藏身份成名，也必定能在千年之后继续完成卫星的使命。所以我决定等待下一次的天使之客。货运兵力，你们不会让我失望的。上面之间的化运神台乃是操控诛命化作的枢纽，借由罗侯之药之力超越化运神台。便可将金魂的风龙入化书云座所创造的速配之中。除此之外，他亦能将分离的魂体重新融合。不过，目前的创命之法，此举就一次之限。这里是什么地方？这半点都没有罗侯城的凶煞戾气，倒像穿在阳光下的静谧湖边。我没有看错吧？小妹子，我也这么觉得，这景象未免差太多了，这么就像瞬间从地狱深渊来到天上一般。如果城里怎么会有这种地方？
是啊，真不可思议，这里充满温润的神气灵分，教师仍是某些先进灵所毫不逊色，的确一点都不像在炉火城内。莫非是因为唐中那株大树的关系？我想起来了，这也是千魂黄海，虽然知道城内有这个地方，但还是第一次见到，没想到会是这么美。千魂黄海，这边仿佛孕育千魂万物的无影天水，闪烁着无影与灵韵生气的黄药之海，的确是这个名字十分匹配呢。虽然不知道这个地方的来历，但我想可以在这边安心休息才是。是啊，小兄弟，本就我在野外露宿多年的知觉，这大概是罗霍城内唯一的安全之所。或许咱们在这里达到休息的地方。为同意古大哥的见解，就小公主之前将龙真龙禁运交给我，我们就在这边好好探查一番，应该可以在这里找到悬挂与保险的地方。哇，这里是我这回好像来到城外。那这里并非上下颠倒的话，我们似乎来到罗侯城的最高处，有这里可以四望环绕罗侯城的蓝色幽影，遥观这底下壮阔无比的巨大星图。对了，这想必就是所谓的皇城殿，其上以天河星图之形的物质隐喻九魂天洞为之地。总觉得现在皇城殿似乎缺了什么，可是又说不出那是什么，总是先下去瞧瞧吧。从上面俯瞰这星图时，就已经觉得十分壮观。如今走到这底下来看，更是令人吃惊。却不知我们对这许多的星轨的数座该如何是好，这下子特地费了心思了。嗯，古大哥，古兄，你怎么了？该不会和一弟一样，对这里有什么思乡之情吧？不，我小时候你不一样，我除了惊叹之外，对这半点印象也没有。只是不知怎么的，忽然觉得像什么事情要发生，不自觉就想走到这里来看看。一向驽钝的古大哥开始变敏感了，这罗霍城真是不可思议的地方了。等等，我感觉有人正以一顿法术向这里而来，那是本门的做法，莫非？是你们，这还真巧啊！黄埔堡主，三师兄，果然是你。黄埔堡主，好久不见了，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我们自己可是花了好大一番功夫才来到这里，却不知你是怎么上来的。是你们在观星台用降妖这一开启的天幕，难道从幽冥中缓缓下映的引到天轨？于我来说，就像京城大道般的笔直、平直、下狐意。你以为这罗侯城就能上得来吗？别忘了，我有着和你同等的爱心之力。黄埔堡主，我没有小看你的意思，可是我们不是上来这里玩的，我们是担负封子城中的九魂天洞仪，让人间度过此劫的使命。黄埔堡主，虽然我猜到你来此的目的，但若你不是来我们为敌的话，那就请赶快离开这里吧。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你没有忘记吧？我叫华琼烈，对我们说过，我要完成属于我的天命，找回属于我的未来，那就是取代你这蠢蛋成为新的罗侯使者。小侯义，咱们真正的对决到那时候才开始，所以在我见到尊神之前，我是不会妨碍你们的。那不是一股奇异的力量干扰我的一顿做法。师妹，这该不会是你的杰作吧？三师哥，我这里用的是本门一顿神法，以我自己的修为还阻止不了你，但若你自甘遁为幽神，毁破人世的马前卒，我就绝对不会再置身事外。神妹，这才是属于我的天命。自从我被逐出师门以后，我就一直在等待这一刻。此刻谁敢阻挡我，我就毁了谁，即使是你也一样。三师哥，黄埔堡主，封子天洞仪之事极关重大，绝对不能有所差错。若你是来此打算站在罗侯城那边助纣为虐的话，那就我们就只有对你先动手一图了。求你看到风起子的份上，
别逼我们这么做好吗？等我继承罗侯使者之力后，我自会在尊神的面前把你们全都送下地狱。咱们是迟早都要拼的死活，不过等那时候再说吧。咦，怪了，我手里的枪乱动。古伦德，你弄什么鬼？你想偷袭我吗？黄埔堡主，你这话太无礼。男子汉大同要打就打，何必搞什么偷袭？是这边一国古枪忽然在我手里抖动起来，我也不知怎么一回事。三师哥，你不要紧吧？这力量，这柄枪是你是从哪里弄来这柄枪的？别误会，我不是有意偷袭你，是这柄枪自己就忽然刺不出去，我连抓都抓不住。虽然我说不上是为什么，不过这柄枪似乎是正是我的克星。既然没得此利器，那我就不奉陪了，咱们下回在尊神面前见吧。三师哥，等等。你们真的很好笑，结果偷袭成功了。这到底怎么一回事？这武器到底怎么了？忽然间不听使唤，居然看到猎物般自己出手。我这会枪又热了起来，好像有股莫名的力量从枪涌出。这是一股古香，怎么变了样子？这怎么回事？好强的力量，我可以感觉到那枪上发出的威严，那是不属于人世之物的绝对力量，和黄镐全然不同的力量。古大哥，我想起来了，还记得姚物之先生将一股古香交给我们之后，对我们所说的那段名义般的话语吗？圣像的继承者必须以邪神的血让圣像力量重生，才能证明自己拥有他的资格。都没有经过这个立志仪式，圣像只能发挥一半不到的力量。若我没记错的话，他那时是这么说的。等等，莫非就是立志仪式？是啊，我是这样想的。古大哥，现在你握在手中的应该是真正的西方圣枪，龙基努斯之枪了。古大哥，那我再一次向你道贺吧。邪神的血，原来是指三师兄的事。是我在明眼将他逐出师门的原因时曾说过，三师兄他留着地界之名的血统，是传说中太古邪神持有的后裔，只是没想到竟会因为他的缘故使圣像复原，这或许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吧。风姐姐，我不知道还有这般缘由，那么黄埔堡主他，没关系，这样也好，这样三师兄心里已决，我也好在心里有个准备，若他真的获得罗侯神的真力，与我为敌，夺这一柄威力强大的神兵，绝对是件好事。古兄，你先把它收起来吧。也只有先这样了。一定，上次刚刚虽然在圣枪的力量败退，但他咒术修为远在我之上，只怕现在也咒术一顿的成立，正在开始四处寻找罗侯神，这么给加快脚步才行。若他先继承罗侯神的真力，这么会多出一个难缠的对手。凤姐姐说的是，咱们就上路吧，还可以设法解开这个环城殿的谜题呢。从天棚上诸药的正位中传来一个异动，莫非进入罗侯的行为已经完成？好极了，回去看看天气是否已经开启。第三个药，作为吧。虽然不知道这秘密的小房间位于城中何处，但它似乎是皇城殿的药力所指之处，也就是所谓的天极太虚所在。而第三把幽药似乎就放在这里。OK， 走吧。这巨大的奇异石材是。想必这是副所进台的。而被封禁在那三道强大记忆之中，想必就是换界黄镐的破，也是他真力的所在。因为当初杀气强大无法驾驭，而被封禁在此的兄弟剑魔黄镐，是谁在长久的时光之后再次进到这封副所境界里来？
等等，这古道，这熟悉的感觉是我失去已久的身体。是谁带着我的身体来到这里？这边竟有自己的意志，剑魔黄冈，你猜的没错。你的心此刻的封印在我右手手掌。若你愿意舍弃兄弟之心与抗拒之心，并你的真名发誓，终身听从我的号令，我就救你脱离这长久以来的束缚，并带你失去的心底重新合为一，如何？笑话，我的身体就是我的，我可不听任何人使唤。既然你们带着我的身体送上门，那正是我托付重生的好时机。比你小心，我感到剑魔的杀气大盛，直骂是药。不要紧，我本不就靠刀怪降服。既然如此，我们以武力收服他也一样。或许出生之时我驾驭不了他，但现在的我也和当初不同了。不用多说，把我的身体还来，拿命来吧。感觉很强，可是其实很弱。他不怕暗了，完蛋了。真的不要看是不是？哦，通常叫人家不要看，就心很痒，很想看。怕雷哦。有没有人看过后悔的？说我为什么要看这样子？哇，面圆斩！我靠呀！一击必杀。快死了吧！你呢？剑魔黄冈如何？现在我够当你的主人了吗？你已经不是昔日剑士边你，今以魂魄强势体现，也战胜不了现在的你。与其这样子下去，不如就此降服于你，至少还在你手中重现我黄冈的真面目。既然是兵力，我黄冈就此发誓降服于你，希望您早日恢复的旧貌。
没想到皇后的魂念强烈至此，竟能将只有魂魄的自己拧化为阵，竟能够收服他。对他们来这一战必有注意，不过却可早速将他重新运化唯一的法门。这个法门这么慢慢找便是，看来这个长带也无用，先离开这个副所静台吧。